酸鱼，因为它的山，它的山不是只有三张，它是一叠纸的计算啊。的一叠纸的话是几张？三。没关系，我做木头的了。还缺一个什么？老黑钥匙。是啥？坚韧防地切。好。坚韧。超自然是什么？坚。超自然。纸箱纸纸纸纸纸纸纸。哦，片，好了，就这个吧。过来了，就是你了，皮卡超超哇，这个头这样子。不，那孙女不够吗？不。做祭坛是这里。我用什么好嘞？耐酸铝，有没有铝？铝铝铝铝，你没铝，铝美女，繁星美女，我没有，就是没有啊。你怎样瞧不起我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哎，武器用什么好啊？除了耐酸铝材料，我吗？我的配法是碎石、骨头，然后麻玉林跟。琥珀金可以讲中文，中文。那你可以讲每一个配件的東西。不是啊，琥珀是要哪一个位置啊？琥珀金，琥珀是用在大板上，然后马玉林是用在刀刃上，然后两个手柄是用骨头吗？骨头跟那个碎石。手柄是紫钢。忘记后面两三层是要用什么了。好，那我干嘛做两个啊？第一层、第二层，性节不同才能想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是不是少一层啊？少地方这边。麻烦死！我在干嘛？我在布置祭坛的预设位置。哎，我在干嘛？但可能没有玩过写魔法，可能不太懂。还自残前准备写好遗书了。这个祭坛有点大，所以我现在先布置好空间。骨头是不是？好，我有骨头。然后之后开始玩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慢慢的，因为我现在只是先布置好空间而已。历史。那是两格还是一格？好像是两格，我记得这前三格，就是这是隔两格的样子。速度加成，速度加忘记了，真短搭，感觉我的斧头要换一些啊。这来去看看呐、啊，这个好不好用？忘记了，你要先去点那个。升到十级了，怎么剩下十级？好了，笑。哦，因为在十点半的时候，不是说在挖矿吗？十点半的时候挖矿，挖矿，放修复。我说你要一直挖矿啊！哦，对，我本来是想说一直挖矿的，但是想一想，我来布置一下祭坛好了，因为这布置祭坛需要先把大空间挖出来，对啊。这个空间有点大，我想说就先挖一挖。哎呀，哇、哦，好爽啊！这个这样九格这样挖，你说锤子吗？对啊，大锤锤，大锤锤，挖矿的时候很适合用那个，而且那对强迫症来说很棒。嗯，因为你走过去，你也不用管他三个，赶快推过去就是三三。结果手滑，打个喷嚏，歪掉了，歪掉。哎、欸，我如果歪掉，我会把它旁边多的补起来，我会把它补回来。哇，这是流毒还流醋？流毒吧？你猜啊？
你猜猜看啦、啊。最后留骨、啊。好暗好暗，我失明了。他、哦、他不是留毒也不是留醋。他射你一下会直接饥饿吧？我记得。我不知道我在失明。我那时候被射一下直接饿死。这么凶残哦？对啊。哎呦，耐久啊，耐久！哎呦，耐久，耐久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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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怎么只剩三分之一了？我才挖一下下嘞。你是用什么啊？黑曜石吗？哎呦，你用什么材料？哎呦，手柄是磁钢，然后我用耐酸铝，然后也用钴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什么？充能合金。是要写魔法的空间吗？对啊，我在做写魔法的空间。哦，超快的！看、yes, 这怎么玩屁哦？怎么办、啊嗯？怎么了？好、哦，超快耐久度、嗯。你是不是用错材料？你的都是弄到那种什么东西啊？剪的，是不是啊？它耐久度也有1500，可是我用就是这是什么？1500，我。我全部黑曜石都4500哎、欸，我手指这边直接有红石啊，真假的？砖，而且有奇怪怪声，我难不成做错了吗？你是有做到有减耐久的那种？哇，加感觉上应该是啊，加那个啊，1500不会减这么快吧？我耐久度什么1200都不太会用完了哎、欸欸，你有加什么耐久那个吗？真加成的。锤子呢？对啊，我是用锤子啊，锤子用很久才修一次啊。这边太多红石砖了吧？问号。好好。可是它有一个蜂巢，它叫深度蜂巢，好深哦。嗯。好疯哦！我操。好深哦。传，让我传，让我传。记。哎，好。我看一下你的锤子。好好潮哦！好潮！人家肩膀垫的比较高而已哦。对啊，你的锤子是1500啊，为什么你说耐久会用很快、啊？我只是花一条大概，不知道呀，可能是它是扣九倍这样扣吗？对啊。我做了快半小时，用不到三分钟哎、欸。快了吧？你也挖太快了吧？快速使用哦。你挖掘速度也没有我高啊，为什么你用那么快？你是一直往前冲，一直往前冲，一直往前冲啊？对啊。你是用它的功能吗？还是没有它的功能啊？就是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挖就变这样子了。那哈基，你可以帮他加个绿宝石的升级，或是再加个钻石升级。重点是次数我用完了，你就修理啊，就是要修理就好了。你就先挖到它升级之后换加钻石，再挖一挖升级之后再加绿宝石进去。辅助钻石这样的耐久度能不能撑到升级啊？可以修啊，修理啊，修啊，你拿制作它的材料去修啊。看你用什么材料做的啊？对啊，四种材料呢，四种材料是哪种？都可以啊。看它名字什么？对，看它是哦，耐酸铝。那就是用耐酸铝哦，拿它顶进去。不要声音了、啊，哪里看名字啊？冰冰冰冰，就是你拿着它，它不是会有写说它是什么，然后什么镐子或者什么的锤这样吗？嗯，啊，它写碎石剪骨头是这两个都可以，是不是？那我用完，快用完再过来。碎石带许骨头，碎石带许，这是主要的第一个名字吧？哦，那就碎石啦。嗯、哦。我还跟哦，史莱姆岛在这边搭一个上去，有黑曜石成分，黑曜石成分是很厚，是不是？黑曜石成分很好用吗？嗯，你还好、啊，黑曜石还好。你的镐子现在已经比黑曜石等级高了啊！对。嗯、哦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刚刚那边那么多红石矿了，都是砖啊！就是他们是说，刚刚那个蜜蜂是。用红石砖拿来当养分，然后我就把它养分全拿走了。哇哦，那边不产蜂了。哇哇，哎、欸，你应该把那个蜜蜂挖回来的、啊，你可以养红石哎、欸。可是我还没挖掉啊，只是哦，
不是要穿什么养蜂装才可以把它 拿下来吗？没有啊，你只要有网子就好了。嘿，是有是有是有，肉有肉，所以它可以产红石哦。它可以产啊，那时候还有说中介的啊，钻石的啊。哇，这么酷，那我之后可以去做个网子来用。那配种，是啊，你是有事是不是啊？我看起来会不知道我男朋友名字吗？没有，不是啊，不好意思，那刚刚那一个也来我这边洗了一下，我再见了。哪一位？哪一位？我想看一下。好，叫谢谢你吗？还是什么？谢谢你哦。对啊。好啊，你完蛋了你。对啊，重点是我不是已经把它ban掉了吗？而且这很没礼貌，你不觉得吗？对啊，这没礼貌，很没礼貌吗？你这样宣传有什么意义？我问你有什么意义吗？对啊，不是啊，你是刚好跟我男朋友同名字吗？那也不是你啊。不是，我不懂哦，到底是在干嘛？哎，我突然都断了，我也断了，我回来了，关台了哦。啊，这也是我刚已经把它ban掉了，为什么他还可以？把手ban掉，他可以那个啊？对啊，我已经ban掉一次，他又开始吸，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。不好意思，第二只，第二只等级还一样。我是怎样？2、4、6、7，7只苦力怕是怎样？太嗨了吧！这样刷的没意义啊！啊，真的是小朋友啦，你看他照片就知道了。小朋友吗？该不会毕业吧？不是啊，我不管他是不是小朋友啊，他这样行为都很没礼貌啊，又不是小朋友。对，小朋友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的已经触犯法律的。这样的话是可以去联络你爸妈去把叫警察了的，这东西已经触犯法律了。你不要逼我们这样子，很闲是不是？最近不是不要逼我们这样静的喽。哎呀，这是可以叫警察的喽。弟弟小心哦，弟弟你这样子不行哦，已经可以叫警察。好玩哦，不好玩哦。而且我心胸很狭隘的哦。弟弟这样不行。我很凶凶的哦。就你胸不爱啊。胸不爱，哪个？完了，我要被告了。你是说什么呢？换我要被叫停。约断了，我要一个。我断了，我刚断了。我刚没有这种游戏。看到你，我直播断了，游戏没断啊。你游戏断了？我游戏也断了，我全断。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好了，都差不多。我觉得哈记，我们可能需要再联络一下。柯哥，可能要跟他培养个感情喽。太久没打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这要不要电话给你来那个？啊，这三个月真的不能再三个月就不能打电话喽？哇，这么想打电话是不是啊？就没有理由打电话喽？就不能正大光明的打电话？不能跟他们打电话的？你就不能接到熟悉的电话喽？对啊。为什么我都安德啦？打、啊！你那个口水音，我刚好要吞口水。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只是挖个树哎，醉啦！所以杰克在研究那个了，那个管子，哦，用好了，用好了，你看一下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在忙，在安德中。哦，好，你到家再跟我讲。我到家了。我快到家了。是不是很想参与话题啊？等我一下，我灌个岩浆。其实可以在外面做，我就是故意要在山里面做，还叫我去外面做，故意的好吗？对，那个感觉比较好。好，好了，干嘛？你也太好了吧！突然暴走啊！突然暴走，不是，怎样？不是，我站在高岗上，我站在岩浆旁边，然后。我在灌那个岩浆到那个基础厨艺桶，然后不小心按着 shift， 然后就它就岩浆放在那个
一起从旁边，然后我就烫到了，然后啊呜，你也走了走，我好痛好痛，啊，太好了吧，天啊，我觉得我耳朵红起来了，很热，然后开始红了。这个也太好了吧，你！感受到你支持的心意了，只是还是有点吓到。跟刚刚的加油有得比没有？我觉得这个比较好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笑。